这样就好了。要做什么、啊？做笛子哦。我们排阵啊。哦。要绕着，要哎哦，这么厉害这个。对对对。再剪一段呢、啊，再剪一段，可以再剪一段。它要三段。嗯。就要把它围起来。嗯。这个是什么？这是那个贵族嘛？贵族嗯。哇、哦，这个刀子很厉害呢。对啊，我说可以把它剪断了。哇。这个可以长，这个可以长的。OK， 不然就这样。好，到这好。因为一个结啊，比较不会烂掉。好。我上次去台南有拿过，后来就干燥的，它那个会裂开。对，整个皮啊变皱皱的。这个不会。这个不会、啊。这个不会。不一样的竹子了。一年。对。哦不一样的竹子，都可以，都这个颜色吧，还是会变黄？会变颜色，会黄。没事哈、哦，用那个湿布啊，擦一下，给它，给它滋润一下，对，让它不要变得太快。哦，变得太快，有的时候就会裂开。因为那时候去台南就哇一下就变黄色了。对，稍微用湿布擦一擦。谢谢。你香吗？要帮我看看。